有时候会觉得世界上的不幸都朝着我前进，又无力抗拒。穿白衬衫的你看起来多么平静，就算是再坚强的我也不能总靠自己。你说有个人能够接纳所有，可以拯救我从这漩涡，只要我愿意真真切切去接受。我说我还不能够确定是